投资值对 BigABM 一站式服务的好处有什么意见？大家好，我来自新希望集团。我们集团目前在海内外投资大概有600多家公司，目前的时候有员工8万多人。化工与资源，地产与基础设施，金融与投资4大板块。目前以农牧与食品作为公司的核心业务板块，以投资了以猪、禽、牛奶加工3大产业链。目前都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走向海外，在海外目前30多个国家投资有大概50多家工厂。2007年我们走向印尼，在印尼开始投资，目前我们在印尼涉及饲料、养殖、食品加工。到印尼来投资以来，从开始的这个投资手续比较繁琐，效率相对的比较低，到目前投资委进行了一站式服务后，服务效率提高，投资环境大为改善。欢迎大家到印尼来投资，谢谢大家。现在在印尼投资已经更加便捷，如需详情请访问 www.bkpm.go.id。